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收看大型三国杀娱乐节目《百坑讲坛零》。那么，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直播。今天的第一局呢，给大家带来一局久违的剧本杀啊。这个剧本杀呢，是由东厂提供的，唯贤唯德，主要这个制作人是乐乐。然后，我们看到场上还是有。这个不少的花样啊，我们看到主视角是一个吃了很多技能的曹爽，以德曹爽服具人，体为什么能吃这么多技能，这个我就不讲了，唯讲了好几贤遍为了啊。德，这边能服芥以子德兹换了服个仁人德，正贤在疯为狂的把牌德，给芥黄能盖啊，服是不是以看不懂人，在干什么？对，乍一我看的确誓是看死不懂。报敌。好，这里曹爽是有一个当先，然后呢，一击逆流，五扬胜起破军，万里树。然后破军的时候呢，周飞发动风良雨音，把中，牌给过来，才知然谁后人再发谁动在咆哮，然坟。后再破军，周飞再把牌你给过是来。逆流，张君飞去若发动别杀墅，破军，张看飞到这里在大家应该坟。懂了。首先牌堆就两张牌了，啊，一张是那个放电话机，一张是这个什么屠杀，就这两张牌。然后五圣加咆哮可以无限屠杀，然后周飞的良音可以无限把那张杀拿回来。然后通过破军，把这个芥黄盖藤甲打不穿，对吧？就把这个黄盖手牌慢慢的放到破军牌里面，然后一副牌就全部带走了。然后可以换换口味啊，拿无中生有去五圣也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个动作还是很快的，一次五张牌。打着打着，一副牌就没了。好，11张，6张，1张。好，看到这里的话，大家觉得很简单，没什么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观众问了：哎，这个嵇康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感觉这个嵇康没有用处啊。你错了，啊，你用这种方法的话呢，是不可能把161张牌全部放进去。你想把161张牌全部放进去？必须是有技巧的。首先啊，这个让黄盖中了这一刀。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装备全部就能放的牌全部都放进去了，但是牌堆里还有牌啊。你出的那张杀是不可能进去的，那怎么让出的那张杀进去呢？神速啊，发动神速，发动神速的时候呢，用白银狮子回血，回血的时候发动这个裂血。崩黄盖，黄盖就把那牌堆里最后三张牌摸掉了，然后再发动破军，把这三张牌打掉。这样一来的话呢，161张牌就全部在里面了，而且必须算得刚刚好。如果你让黄盖摸2张或者1张的话呢，直接平局啊，直接平局，那也没有办法，这个把161张牌都放在破军里。现在161张牌全在破军里了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平局了。怎么平局的呢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结束阶段，破军牌要全部弃出来，对吧？要回到黄盖的手里。然后呢，那黄盖被砸晕了呀！你天上突然掉下来161张牌，那是个人都得被砸晕吧？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一副新的三国杀，不要开封，啊，就把那几刀手牌叠在一起，用袋子捆一下，然后出去当凶器啊！只要你力气大一点，我相信。在柯南的世界里，没有一个后脑勺是可以扛得住的。如果在柯南的世界里扛住了，那么在金田一的世界里一定扛不住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好，我们来看投稿的第一局。第一局是一个主攻，主攻是一个李傕。起手牌不错啊，砸谁呢？好，竟然砸曹信，一般不是应该砸张绣吗？张松忠，意料之中啊，张松跟李傕的配合还不错，因为张松可以给李傕好牌来预算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曹信看着也挺反的，但是还是张绣更反一点，对吧？哦，很刚，木马直接给陈琳了，就是觉得陈琳是自己人啊，二号位陈琳嘛，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啊。
那书。不过张松，不过张松那个位置也是中的话，联动没打死曹信的话就有点劣势了。这边比伐比伐的是张秀，没有比伐曹信，觉得曹信死定了，结果又看到一个桃，那不是有点尴尬吗？这曹信有可能真打不死。为我所用，没打死，木马里还了个顺手过来。这个应该是看到的桃之后过上来的顺手，不至于有桃不顺，对吧？但是没有顺张秀，感觉打的还是太贪了，还是顺一下张秀算了。这边张秀无中生有，不能让张秀过牌啊！他都还是摸到了，有连弩啊，这个乐还挺恶心的，但是总算没有大事，对吧？张松还活着就好。我这一手看看左慈身份，雷杀，左慈收曹信，估计没有人会管。夏侯将军有话好说。这铁锁是内奸的连发啊！听贫道微妙者，这个局面看着还行。貂蝉，微微安，就倒过来离间，这什么鬼？从长计议，什么一血了？吕虔将军有话好好说，顺手牵羊，顺掉了木马。过河拆桥，其实我们身上是没有闪的，慌的一匹啊！这有没有逃啊？连着内奸都没有。哎，帅哥你哪位啊？真的有这么丝滑吗？这貂蝉真牛逼啊！我相信主视角，如果貂蝉是正过来离间的话，主视角肯定不敢出杀的，不出杀就没事了，对吧？结果没有想到这貂蝉竟然倒过来离间啊，还是有点实力的。想到倒过来离间这一手，真的还是有点实力的。李觉没有任何办法防御，然后正好没有闪，中内也正好没有逃，就这么死了啊，死得毫无尊严。我们来看下一句，感谢战地记者李觉从前方发回的报道。好，这一局是很久没见的介未言主攻，主视角是个介左慈。哦，其实有国家两种国家，两种国家，然后选了一个借国家。别紧张，华佗中有伤呢，反骨狂怒，完了，选了个借国家，起手就被盯上了啊！不如选标国家，你选标国家的话，你选标国家的话，给什么其实也没法选啊、哦！我知道主持者的想法了，他故意选借国家，然后挑烂牌给魏延。这招真的有用吗？魏延会信吗？不管魏延信不信，反正华佗是信了。那你老是不给华佗也太假了呀，对不对？你一直不给华佗太假了，只能给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硬着头皮给，一直在给杀，然后反正魏延疯狂的刷，哎呦，这样都能给到连弩。其实五谷丰登给魏延风险很大的，因为五谷丰登过八张牌，魏延没有连弩可以开五谷丰登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还是很尴尬，这个五谷丰登这张牌其实不好给。哎，宁可继续给他个杀，当然给了五谷丰登呢，我们身份还挺做好的了。哈，这个五谷丰登这张牌说实话比什么都强，五谷丰登是过牌量最高的牌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九杀有桃，什么李觉也是中啊？啊，不是李觉，那李如是吧？哎，李如也是中啊，这合理吗？不能射杀如捣花，月英要死，月英版肯定是反了。真的有这么丝滑吗？这跑上来就杀到中了，那这个李如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放大反贼，你可真想得出来啊！这边袁术在坑我们，那袁术也是反贼，但我们有俩桃啊！啊，谁都不信，我们自己要了。小乔跳中了，小乔内吧，沈佩反手坑魏延，坑死了。还有桃，还有没有？没了。什么？华佗也是反贼？这沈佩是内啊？哎，帅哥你哪位啊？不是啊，沈佩内奸因为被主公打了，一怒之下坑了主公。问题是你选个沈佩不打你打谁啊？但人家介未言也有理由的呀，
我要的什么钟啊？我要的借郭家钟啊！你这批什么人啊？你要我带啊？这句钟声什么水平啊？你群乐英什么都在当忠臣，他能当吗？当不了，没有这个能力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来看下一句。当然刚才有观众提到说华佗不救行不行，华佗不救的话小乔就拿刀救魏延了，然后华佗第一个被打死，懂吧？你要么别选华佗，选了华佗你前置位的你就没法不救，哎，所以华佗救其实没什么问题。至于他救不救郭嘉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华佗在这个郭嘉的身上嗅到了一种气息，对，嗅到了一种气息，你懂吧？嗅到了黑衣组织的气息。且看此图。秦九，你好他妈惨呀、啊！秦九，万箭齐。这边棋手不错啊，棋手一南一外。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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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蛮入侵，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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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顺手切牙，铁锁重铸了吧？啊，重铸一个吴中。火杀，你这没必要直接杀秦明，你可以制衡完再杀，制衡完再出一拆身，不是他就裸了吗？仗着有 K 强打，没必要啊，浪费牌。又来一个南蛮，游刃有余。打完过拆强开，看看荀彧的身份。好吧，这秦明直接被弄死了。又来一个南蛮。三单一万全让你拿了，都让你高完了。这边荀彧的身份不知道，他也有可能是觉得补一张牌太少了。李儒还活着，庞统。品过是非，好评不必有斩绩之计。现在其实看不出反内的，庞统很像内。渊宝应该是。剑不如飞。渊宝内的话太打了，其实我是孙权，我也懒得救张飞，但是呢逼迫这个夏侯渊翻面了倒还好，但是那也是因为荀彧还有对吧。荀彧中看能不能去虎搞死一个，这个点有点大呀，还好荀彧的点够大，干掉一个李儒 OK 了，那还是大优的。哎呀，荀彧这点血浪费了。哦，可以啊，有点像是收队友，也有点像内奸，搞不清楚。荀彧也死了，但是我们现在身上还有很多牌啊。有个乐，九先九再制衡可以啊，有操作的。这边过道过拆了，可以干掉于禁，要不要这么打？主视角觉得于禁太弱了。跟这个庞统，这个觉醒庞统进单挑呢，还是有点尴尬的。不如把他压残，下轮打，思路是好的。但是偏偏这个庞统听过了，哎，有时候就是那么惨。这波要被一打二了，还有寒冰剑啊。所以说有时候吧，落袋为安也是好的。这于禁竟然不丢白银狮子回血，一打二。好，这边庞统手里是不是换过去的明杀？所以一刀就砍死了，进单挑了。说实话，这个跟主视角一开始想的也差不多，就是有一些波折。那于禁再怎么样，他也不可能打得过孙权啊，这还借孙权，这两个闪电制衡掉 OK 了。这于禁就是装备好，甲乙马也没了。这个闪电也没了，这余音基本上凉了。只有玩杀自己才是强者。余静尽力了，输牌不怪他。这局孙权其实也没有打得特别差，除了那个直接杀秦密那个我不太同意之外，其实后面打的还是有操作的。结果这个庞统听过了，不听过的话其实应该很快就赢。我们来看下一局。这局是个借袁绍。安危
所见，哇，这什么？无人可比，这比刚才那句还要夸张的多啊！皇恩浩荡，世所敬仰，佛乃我何？好吗？这也是三男一万，这估计不止三男一万，这要三男两万。凡类，灭我何用？不减狂傲。再来一个，舍身入魔。这边应该是老有人过那个无懈的毒条，所以很多人就一怒之下托管了。现在烧条鬼是越来越多了，哎，烧条鬼在这儿呢，破案了，乱击，这不是一对儿、啊，但能不能射死一个？灭我何用？不减狂傲。头发明理，有一个决斗啊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哎，没死，那就装个荣光灯过了啊！托管装个逼，这里神吕布，安容鬼哎，怎么不放大仙？这不浪费一个桃？你是忠臣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反贼不想放大。舍身入魔，佛乃我何？这他妈不还是放了吗？不是个瓜皮吗？妈，主帽忠臣，那你可太牛逼了呀！这吕布本来可以凉血过的，浪费了一个桃，可以继续拖的呀，不是没牌了吗？哦，马上要到张妈回合了，原来是这样啊啊！一看张妈不给，又拖了啊，拖吧，拖光算数了啊。铁石板，张中华保了一手，张中华保了一手神兆云，张中华内奸嘛。有这个可能性啊！这边神吕布既然选军中是个反，那神兆云选军中总是个中了吧？难道是张振华中？不知道，毕竟神吕布选军，结果还是个反。讨伐大任，给两张，三张牌啊、哦，有一对儿。射，那挡谁呢？想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挡张振华，还是觉得张振华内奸。但是这个葛大要觉醒了。哎，收到连弩了，收到连弩了，那就先把葛蛋捅死，再射的话万一射出来张振华，就尴尬了。葛蛋挡谁，挡谁很关键，还是挡孙兆云了，就是不挡你张振华啊。这哦，这局又是接尾炎，那这次选什么？没有选细致才，又是介佐慈，介佐慈真是太受欢迎了，刷到了一九一桃一无懈，啊，这次有介华佗，哎，赶紧不选，对吗？这就聪明了吗？选了个药物，啊，这次魏延自救了，哎呀，完了，孙尚香中，这个估计不太可能是装的，这个场子里没有郭嘉之类的。也没有什么配合神将，就一个孙尚香，他着实没有装的必要。但求一败，就反贼的话完全可以不选嘛。我自横扫天下。这边魏延不知道是不是有操作的，他有时候吸牌，有时候吸血。这样的话呢，等一下摸到桃了，可以拿桃开无中。感觉这个魏延有点水，因为一般魏延会无脑吸血的，知道不无脑吸血的魏延一般是有点东西的，那这局就没有那么好打了。看看赵云在干嘛，赵云赶紧跳钟，赵云表示我也有机会跳钟啊，对不对？我实话跟你说，这个孙尚香应该是真钟啊，从他出杀就可以看出来。因为如果这个孙尚香是装身份的，装身份的人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别人觉得自己不是装的，他绝对不敢出这张杀，就因为自己是真钟，所以说这张杀出的是非常坦然的。
云卷云舒，处之泰然。哎呀，周大人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要是再让你做两年官儿，怕不是连老佛爷都不放在眼里了。这种出杀的嘛，百分之百是完全不用说了。灭世群雄又如何？求一拜，我自横扫天下。灭世群雄。那现在不管怎么说，介兆云也跳钟了，我们这个想穿衣服也穿不了，很难穿的。你看这个真的有操作的这个魏延。灭世群雄又如何？这个魏延知道掉血来洗牌。知道什么时候摸牌，什么时候回血，有桃的时候就摸牌，没桃的时候就回血。哎，这样的话真的很难打，怎么办？一代又一代的勇者都选择了黑暗圣堂之路，不是吧，阿 Sir？ 这破牌也能装？啊，你就一张无限你也能装，但人家借朵自己有理由的呀，对吧？借位要的什么种？借位要的孙尚香种啊？啊，你借赵云什么他都在跳中程，他能跳吗？他跳不了，没这个能力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和尚摸得我摸不得，他借赵云能跳，我借朵自己凭什么不能跳？啊，古定刀，放眼天下，为我投海独摇，投海翻波，又能奈我何？灭世群雄又如何？肆意而行，快哉，快哉！这边剑尾炎惨，有点惨。这个打周泰，除非周泰失败，否则的话就白打。索然无畏啊，但是还是吸到连弩了。这边剑周泰特别特别的稳，他连刘峰他都不敢打，只有一个明跳反的周泰。但是贝迷糊跟刘峰两个人南蛮的时候出过杀的，所以说还是其实已经跳了反。灭世群雄又如何？皆为无主而留。这排队都只剩44张了，整副牌都是魏延，终于死了。这里的话，介兆云虽然跳了中，但是介魏延也不信他。那他连介兆云都不信，那肯定不会信我们了。这个主公就是先把跳反的打死，灭世群雄，剩下的人慢慢处理就是了。那感觉这次遇到高手了，这真没办法，遇到高手了是这样的。你看他连介兆云都不信，他能信你个介佐慈啊？对吧？他就一个个处理，那边有个邓艾，他估计会先打死邓艾跟卑鄙乎，对吧？他对卑鄙乎竟然如此之手软。又死一个，哎呀，这打到这里其实可以不用动了。那遇到高手了，你就愿赌服输，对吧？啊，他要全部弄死，除了孙尚香以外全部弄死，啊，再开一五谷，再拿一铁锁，他连孙尚香都要弄死吗？啊，他给孙尚香桃子了，但是我们身上正好有一九一桃啊，难道这还能有意外？火攻自己，孙尚香气拖垮了，哎，别拖呀，主公会摸牌的呀，是个内奸，那被迷糊什么？卑鄙乎重臣，孙尚香有桃没有？只有一个桃。魏延说老子算无一策，怎么能料到这个孙尚香关键时候会托管呢？哎，这个托管像不像一个内奸？自己装不下去了，于是乎决定托管了，因为他发现主公太会玩了，像不像一个内奸打法？特别像吧。卑鄙乎就是最蠢的那个，南蛮入侵出杀的，不打你打谁？赵云是内奸穿忠臣衣服，拼命的穿，拼命的穿，怎么穿也穿不进去。不过你要说主公浪不浪吧，主公已经可以了，在我遇到的介位眼里已经算是一等一的高手了。但是他没有破坏介佐慈的手牌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大意。不过接下来就是单挑了，这魏延宛如丢了个天机图。但是但是你看左慈的这个化身呀，已经有一个可以打单挑的化身，两个化身，一个怀疑，再加一个活墨，这个化身打魏延绰绰有余。无中生有，冰凉脆断。有个黑减一，一生纵横，怎可？说实话，魏延打这个。魏延打个中药都打不过，能活墨闪你就不可能打得过，对吧？那就人家有活墨你白板，此等再拖一张，
哎，怎么把黑剪一丢了？这个失误了，应该是忘了。但是影响不大，这边只要无懈可击，捏得紧一点，黄魔牌越来越多。这个魏延不是对手啊，可惜了，这个魏延真的是一身纵横，就浪了那一手。就赵云的牌他是破坏光了，左慈的牌没来得及破坏。如果两边各破坏一点，每个人留一张，你是火攻自己腾加两张嘛，对吧？你与其把赵云的牌破坏光，不如两边各留一张。而且其实也不用两边各留一张，你两边留两张也或者你就信一下孙尚香。我真觉得孙尚香特别特别，对吧？此等小利焉能安无？而且这个局还有一个很关键，就是你留谁的问题。就假如说你的手牌真的只能破坏一个人，那么你留谁进单挑呢？首先借左慈肯定不行，其次借赵云也不行，然后背密户也不好，那就留孙尚香，是不是？留谁进单挑就留孙尚香。你跟他对打的时候，你不要回血，你就吸牌就行。孙尚香不就是个白板，对吧？他没技能的就是白板。等他觉醒之后，他也没什么装备，你到时候再回血就是，对吧？还是能打的。因为你在杀人的过程中，你虽然要弃牌，但是你还是能吸一点牌回来。所以说呢，主攻最后还是浪了一下，你看下一个。这局是神鹿啊，二号位神鹿中有一个曹丕，缥缈莫测，过河拆桥，拆了个借左慈，然后两边都没杀，因为我们是选位的嘛，拆了一手借左慈，开南蛮入侵，这边是要直接抬走这个借左慈，绵覆制敌千里，文韬武略兼备，杀，方可破敌如破竹，杀，军略绵覆。这是本王最后的人质。那曹丕翻谁就是死亡一指。杀，闪。有时候可能会有观众觉得说，哎，曹丕都翻了他了，你去杀掉他，不是浪费曹丕一番吗？也不是这么说的。就这一番啊，反贼估计有逃也不愿意救了，觉得救个死人有什么好救的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会亏的啊。有时候武力兼备，这就非常爆笑了呀。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呀。这里有一个孙策，我总归认左慈反孙策内的呀，那这不是瓜皮了吗？啊，这孙策还能跳中不成？军略民富，制敌千里。这什么鬼？制敌千里，敌如破竹。不是，这荀彧是什么点歪了，还是什么？这是本王，这不至于反贼跳钟装身份吧？这有什么好装的？这个神鹿懵了，去杀吕布了。哎，别，他不会真的跟你说点歪了你就信了吧？不能信啊！完了呀！所以说孙策是忠是吧？孙策是中，所以开南蛮万箭挂闪电，然后他知道荀彧是装的，所以就打荀彧。这真的有这么牛逼吗？可是他装的实在是看不懂呀，看不懂。这是本王，曹丕一个也不想信，全部翻掉了。兵粮寸断，啥？神鹿啊神鹿，你这么拙劣的骗术你也被骗了，真的。还是决定信孙策了，那不管信谁，反正先把吕布搞死再说，对吧？破敌如破竹，
五有九，还是没打死。这里不敢放大了，怕曹丕死啊。果然他是反贼。阿哲，一局游戏里怎么会同时有你们两位卧龙凤雏啊？哎，两张闪牛逼啊！所以说孙策，他就是纯粹的南蛮万箭挂闪电的反贼。对，一个是蠢，一个是坏。有一句叫非蠢即坏，但是这里不一样，这里一个蠢一个坏。对，荀彧是坏，孙策是蠢，这个还是有区别的。南蛮入侵牛逼，这边吕布应该是有逃的，拿草皮翻一下吕布。大哥，等神鹿能动你身子都凉了，你这你不翻吕布啊？吕布估计要气死了吧。这边吕布都不肯给曹丕留桃了，我真不信吕布是两桃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真不信吕布是两桃啊。蜀中蜀间，朕尚能。闪电这个东西真是也挺吓人的。看看先打死谁。先打孙策，肯定打孙策哦，这么一大把牌输掉。再翻手打曹睿。别问问，就是怕闪电，真的怕死这个闪电了。有俩无懈可击，可以的，还算有点大局观。一个乐，妈呀，怎么办？这有乐，有乐也得防闪电。好，解锁，但是这个闪电还在曹丕头上。吕布怎么又吃桃了？吕布，你真的有俩桃啊？别问问，就是防闪电。只要不中闪电，中乐都无所谓，对吧？啊，吕布是一无懈考，牛逼！哎，我觉得防闪电挺好的，一看就是老百坑讲坛观众了啊，知道什么情况下会输，中闪电会输。这次牛逼！曹丕翻掉他也动不了，这曹丕是真的蠢，这还不去翻荀彧，荀彧翻掉闪电停下来，而且荀彧被卡死劫命，没地方劫命，接下来再动两轮，这怎么可能输嘛？还好最后还是赢了。哎呀，神鹿那个传木马真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本来这一局全靠神鹿的。我们来看下一局。这一局是一个老戏，然后反贼视角。好看一下，对天起誓，以明我志。万物苍生，幻化由心。选了个康师傅。无中生有。张振华，张振华嘛，一看反贼。杀。闪。这主公因为看到有张角，不敢放万箭的。你可是人中龙凤。杀。马辉有点厉害，这马辉跟戏之才一伙的，有点强啊。无懈可击，这马辉还挺有眼力见啊。不过这个铁锁为什么没有锁在马辉身上呢？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强势如龙，将军在此，索命夺魂。天下大任，望君莫辞。内奸估计心弦阴了。中生有幻化由心。杀，角哥，角哥丢俩桃，暗示有闪，闪雷公助我，以我之真气，强劈天地之造化，只敢劈赵云，不敢劈戏之才，有点怂。这个冰凉寸断应该冰下家了，我跟你讲，冰张角有可能冰出事情来的，青石难上，知道吧？张角现在的手牌已经不足以支撑起一张冰凉寸断了，更不要说马上要过新线阴了。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有内跳反？路人局打多了以后就会有这种错觉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内跳反兵是无常，也要看将面的。这种局怎么看都是新线阴内奸，如果是注定的，你知道吧？那就欣然接受吧。然后这个张角就裸奔了，就尴尬了。休想笑我一个狠无对啊！这边这个赵云是中，我记得，他是怕被张角劈呢，还是他内奸又跳内了，搞不清楚。可能这个赵云是真的怕被张角劈吧，这怎么看都是新线阴内奸，对吧？骨钉刀一刀，疼啊，这个太狠了。好话
不言多，铁锁连环拳。结果西之才辅的是我们，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了。决斗，因为我们可以更好的击打这个西之才。不幸有白头，但是呢，麻烦的事情也有，闪，后面就知道了。铁锁连环，无限可击。铁锁连环，建军良辰，再决斗一下张角，这次估计是救不回来了，也死了，有点不好打呀。桃园结义，桃园结义，哎，能不能帮西之才？哎呀，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才是在乱打，你给嵇康抬回两血了，嵇康能放过你啊？在嵇康的一通这个垃圾操作之下，我们忽然又有机会了，因为新献音其实挺强的，这个新献音骚扰个马辉还是绰绰有余，而且我们现在跟西之才绑在一起，西之才不敢打我们，他打我们一下他要掉两血，木马嘛肯定掉了。铁锁连环，但是他又不敢挂闪电，对吧？其实呢，马辉是不吃闪电的，我是细致才，这种劣势局我就挂了，
昔日才不会以为自己是优势者呢。昔时难上，心中自有个性。看三张，可见奸佞中良才。把锁解了。赤桃，哎呀，这个昔日才又摸到桃了，好难啊！我们真的连桃都摸不到呀。强崩，昔日才也被崩掉一血。哎，马辉无敌了！马辉啊，哇，恭喜你发财了！好，这波主视角如果吃桃的话，昔日才是要回血的。他总不能帮内奸去崩死马辉吧？藏一个桃，这个胆子很大的啊！因为一旦对面发动筹策，怕个黑把你桃拆掉就凉了。这个胆子真的非常非常大。但是呢，给了新鲜鹰一个要入局的错觉，新鲜一定会疯狂的攻击马辉。这难道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机会吗？我们不打马辉，哎，谁爱打谁打。看一下昔日才没有逃，再看一下马辉，一个火计，马辉死了。我们这边有个逃。但是哎呀腐了，所以说呢崩不死昔日才，只能崩掉两血。这是什么？新鲜以为自己赢了，结果没有，这昔日才掉两血的死了呀。太牛了。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，会发现新鲜这个白痴身上有酒有桃的。这个新鲜鹰有两宗罪，第一宗罪，这个笨蛋直接酒杀嵇康，嵇康就死了，还小气巴拉不肯吃酒，你有桃在身上他又死不了，收了反还有三张牌，怎么可能死？手牌上限又高，苟住这一轮，下一轮开始每回合回血，昔日才被吊打。第二，他拿桃救昔日才自己不会死，他拿桃救昔日才的话呢，嵇康还有一崩只能崩他，他还有一个酒，他能活的。这种情况下你拿桃救了主公，主公肯定是收反，因为收了反贼有三张牌，收了你又没牌，对吧？他肯定收反，收了反之后他没后续的牌，你再用那个财石回血不是还是赢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新鲜鹰是又蠢又坏啊，配不上这局内奸的胜利，也难怪这局是反贼赢了。我们来看下一局，哦，这局是一个嵇康，不是嵇康，张继啊，不好意思，口误了。金金绝赏，助将军一战。沙漠科，顺手牵羊，杀。诱敌而入，沙漠科打关张的，关张比较像敌军之法，诱敌而入，以死相拼，破敌之法，打了个选群的神路，其壁垒相拼，克其之营。诱敌而入，以通军之法，破敌之机，以死相拼。张振华开南蛮，杀。不知道，我们是内，他不可能是内。就让你试试，难道又是一个想穿那件衣服的吗？这个张苞其实不要了，真挚无情。这张苞活着，等一下另外一个钟或者内奸开南蛮，你这个张苞还要不要？肯定还是不能要，这不是浪费桃，对吧？遵从此诏，乱臣定出。这里的话，张振华果然是反贼。他一开始想南蛮收陆逊，忽然发现自己收不到，于是反手又保了一手。诱敌而入啊！另外一个钟在这儿，破敌之这钟也是够瓜皮的。说实话，先拿把刀啊！奉董公一席夺之势，如狼噬虎。哎，五谷丰登，我这算是俘虏寻交之过吗？穿个盾。然后七杀跳内啊，牛逼！过河拆桥，五谷丰登。这个曹操就别开了吧，五谷。张继跳内了，那就说明莫之伟是个中。你这五谷开的，过河拆桥，铁索连环，决斗，金金决杀。哎，将军一战，有些不对呀、啊。连环雷杀。这个老沙又跳内，这年头这么流行反跳内吗？难道老沙是中，关张是反？
你关张凡，你去杀选群雄的陆逊呢、啊？真牛逼啊！而且选个关张凡，哎，本来挺平衡的局面，忽然好像不怎么平衡了呀，感觉反贼崩了呀。这怎么打？还好老沙死了，老沙死了好像还能玩。危寒之中，决斗，看能不能打死这个流血没打死。杀一刀。经久不衰，不干掉了。长安财命怎可少我？隐无至此，怎能不袭掠之？反手陆逊也死了，就剩个春哥了。而且他这个屯军用的非常的果断，趁着排队里还有装备，把加减一码拿到手，五个神装啊！这是我见过的用屯军用的最果断的这个档次了。雷杀，决斗，这边张振华应该是故意的，他选了杀多，这次偷了个白银狮子，有点亏，把冠师傅拿过来。其实呢，接下来只要张振华死了就一定了，曹操不是张飞的对手。魏将何在？但是张振华满血的，还得从长计议啊。长安财命怎可少我？每次都想发动狼袭，这个难度比较大，别想了。横越老楚，奉先可击。这边有细节的啊，自己在锁里换上白衣狮子，然后春哥被冠师傅九杀打死了。这边春哥刚才其实临死之前那下已经可以了，他选的是 K。 首先这个 K 神鹿就是死在 K 上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身上已经有两个 K 了，木马里还有一个 K， 哪来那么多 K 啊？结果他还是死在 K 上，就是这么说，太过分了。接下来的话呢，跟这个神曹刀单挑，不是神曹刀，借曹刀的，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悬念可言呀、啊。梦中杀人，这边很有细节，这个曹操应该是在偷土条，这每轮偷一张，又是五个神装，身上还有无限。啊，这个是一个 bug， 这是一个 bug。有段时间无懈放不那，无懈放木马里用不了，而且还会烧条，所以说张吉前面一直在偷玩。太强了！我们来看下一局。这也就是个蒋干，万箭齐发。这种二号位蒋干真的特别特别脆皮啊！闪，闪。然后这个嘲讽也非常的高，无懈可击。替我挡着。弹了一下主攻，火攻，但是我们还是被主攻打了。九，我去九杀，这不是直接死了？啊，这。三思而行，游刃有余。好招啊，你会后悔的。哎，猜红桃，二分之一概率猜中。然后小乔没有红桃了，好像，那就猜草花呗，猜方块呗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太好懂了，小乔啊。这小乔感觉被蒋干克的有点厉害。太好懂了，哎，女人的心思太好懂了。啊，这波六张草花，六张草花，你这是要放同花吗？啊，反手报个仇，打九杀嘛，有点过对吧？就打个普通杀。小乔死了，我先走一步。这个冰凉贴不了路炕的，只能丢了。然后就复活了，仿佛无事发生啊。荀彧。荀彧应该是中，后面全是反。荀彧啊，你想清楚，你能不能这么打？你辛辛苦苦拿命结的牌，连着孙权本来就有的牌。
我说打牌能不能动动脑子呀？啊？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本来好好的收益也没多高，你这愣是给人家弄得三层楼那么高啊！我去，真疼啊！还好抗爷有桃。这许攸其实是在抱自己三张闪，不然的话不会托管其他的，这种就是特别特别差的这种习惯。我本人也比较讨厌托管的人，我现在勉强能接受没牌的人托管，或者被那个烧条狗烧得恶心的人托管。收三张，又拆光啊，难不难受？让我看看。哦，得此文书，哎，丞相定可高枕无忧。接下来的话就只能慢慢打了。毁燕霸之剑，安能有与子乎？致富，而且现在主公的状态比较差。其实刚才蒋干的话呢，偷禄抗可以，拆禄抗不行。禄抗如果有桃，留着保孙权，你拆掉了怎么算？他如果没有桃，他需要锦囊爆发，你把他锦囊拆了又怎么算？致富，这个拆肯定是虚报的啊，思路就不对。过河拆桥，杀。好招是死了，董允中乐。要是在身，住在家，不能奉陪。这波竟然不去拆孙权，拆陆抗的话，荀彧肯定是拆陆抗的装备的。陆抗的装备是最不值钱的了。这波直接给他，给他来五张，不可无劫，太爽了。主公的状态回起来了，倒是暂时安全了。但是蒋干你怎么办？啊？这又到新的问题了，主公没事了，你怎么办？对吧？攻其不备，摧枯拉朽。这次失败了，这次失败，我意料之中。有的人囤着囤着就没了。看我。二桃杀三雄，不能失友，是不可。哎呦，这董宇挺给面子啊，给刷五中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再来个五中。哎呀，这怎么又被压残了呀？稳而不弱，完了，是个桃。这个孙权干嘛不出闪？出闪了有荀彧帮忙解命的呀，这不是胡打。这蒋干明显是杀一刀孙权意思意思，根本就不是真的想杀他，都给闪了。这孙权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边不出闪，而荀彧索性不给他结了，其实还是得给主公结的。你荀彧的三张牌跟主公的两张牌比，还是主公两张牌值钱。拆手牌，君子坦荡荡。哟，小人还把连都给我们，乐不思齐，妄图让我们打工，游刃有余。这波又中一个乐，还好闪电没中。如果闪电能劈死荀彧的话，这局其实能打的。主公估计不敢随便打死蒋干。看我，又有桃，好，这次没有给主公截面，他选择砸蒋干，还是要把蒋干砸死，太难了。去有缓急，五中又开两张。董允又给一张，这董允真给面子啊！孙权又收回三血了，就这么一个九啊！赶紧吃九，闪电又过去了。好，怎么办呢？奉诏伐吴，定鼎东南。攻其不备，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，铁索横江，亦难挡。这董宇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你保蒋干就保蒋干，你敢三张留一个花色的，你怎么也得留张红桃的吧？啊，问心无愧，又判黑了一个决斗，三成方得照，一股下孙吴，太强了。这蒋干就蒋干这神起来就是这么离谱啊。我们来看下一局，
情深事，这局是个张张谱，怀拙藏菊，冰凉寸断，冰了一下张绣，火攻，火攻，这怎么不先眼教再火攻？难道是放弃眼教了？这一般是给诸葛恪好吧？秦剑就俩 K， 你看这牌还不如给诸葛恪呢。神鹿拿了也没用。乱世阿哲，英才卓越，不可功盖一国，壮士当唱诸葛恪。难道主公都料到了，给诸葛恪也没用？葛恪，你死得好他妈惨呀，葛恪！完了呀，棋手死一中。诱敌而入，以待破。靠神鹿了，完了呀，神鹿中乐。哎，国家素质，真干呐！别问问就是反对啊。敌敌不惧，雷杀。统军之法，我得有一个选死的神吕布，像好人。国家贤梅，此营如入无人之境。看来是神鹿中，然后赵襄内了。赵襄内还打算跟反贼交易一起发财。你要发财，跟主公发财呀、啊？哎，为什么不跟主公发财呢？这边丢加一马，想主公砍他，主公砍张绣都来不及，哪有空砍你啊？怎么办？哎，刚才我看都没看就没了，也不知道是个啥。措手不及，我去，这张绣现在当个牌库都可以了。阿哲，原来神鹿是反啊，神鹿反贼的话呢有一点不好，他起手就不要拿两个明 K， 他别拿呀，不拿不就完事了吗？不拿陆绩起手直接把橘子给你，哎，这不就合体了，不是大优了吗？为什么要贪那一张废牌呢？对吧？有什么好贪的？就贪一张减一。这波的话呢，啊，张张补开始这个发莫斯电马，他发莫斯电马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怕中内放弃，他这个的意思是坚守到最后一刻。好，果然啊，赵襄，你看主公没放弃，我也不放弃。好，然后他又发莫斯电马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守城是我长项，哈哈哈哈。意思就是神干宁打不死我啊，这是在鼓励士气的一种手段啊，非常的成功。国家贤梅，结营如入无人之境。好，这边神吕布啊，这边又开始放莫斯电马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上马出城啊，意思是可以反攻了啊。吕布把马一穿开始反攻。哇，马谡你这也变了个马谡，但是好像只能搞神吕布，这他妈不是尴尬了吗？三摇破敌，抢把刀，神鹿，神鹿没死，还只能搞神吕布。哎，吕布说：“你别搞我牌，你打我血得了，我也死不了。反正反贼都在推主，这波很关键啊！看看马谡的水平怎么样？哦，不是马谡，是赵襄，不好意思啊，两个十，两个八。哎，这个还比较简单，正好都是和，这里八跟十都可以拿，对，八跟十都可以拿。”把四拖下去就能拿八，把五拖下来就能拿这张十，但是加减一都很重要，可以考虑把十丢了，拿一张那个，拿一张铁锁，那个简直跟我想的一模一样，这个还是有点水平。南蛮，人以树骨代言，我以忠孝代言。神鹿死了，我这算是南蛮入侵，俘虏能打了这局啊？过上菜，怎能得杀？铁锁连环。铁锁连环，雷杀，雷杀。啊、橘子也打掉了，这桃有点少，五谷丰登肯定还是不想开。木马传给吕布了，他也不知道谁内，反正传一个是一个。措手不及，橘生淮南为局，万变。关键启发，这个我们不能随便卖血了，现在一定要当心啊。因为这些闪会被那个神干宁给搞掉的，哎，趁现在用掉，不然等下被神干宁拆了。神干宁能出两张啥的也很吓人。这边马谡那边有明桃，马谡这边在求援，啊，说他快不行了。然后这边张张补开始放暗号说坚持住，援兵即刻就到。好，再发摩斯电马，尔等莫慌。
我来也。这边神吕布强行放大，太无中生有。原剧为何迟迟未到？完了呀，这他妈好不容易感觉有机会了。看一下你四张闪电，他肯定搞你的木马呀！完了呀！哎，破袭呢？你的破袭呢？刚放这这么大一个啊！这，难道这一切都在枪斧的计算之中吗？打个鸟！这也太瓜皮了！这吕布啊！这吕布跟张张不打的实在是没戏，这吕布没有怒呀，没有怒呀，吕布你这连怒都没有，张张不都三血了，拿什么牌你打得过张张不？浪了，你小心苦丁刀九个。这个牌呢流沙在手上，等木马，等木马跟那个八卦阵没了再去打也可以的，但是优势实在太大了，这个翻不了，实在是翻不了。闪电好，木马给拆掉，穿个加一码。刚才打的有点浪，现在还挺稳的，中闪电也输不了，两个九，不太可能输了。火攻被我撕了。其实主视角中期我觉得还可以，后期木马藏逃实在是不敢苟同。你木马藏逃是为了向吕布示弱，对吧？那你怎么能不言教呢？你怕吃了逃，你怕吕布不言教或者不给你好好言教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不言教呢？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把吕布算错了，让他手牌上线没，那这是唯一的解释了。我们来看下一局，好的，这个军争的部分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应变啊。开幕雷击，今天应变的第一场给大家看一个演武场，当然不会让大家白看演武场的啊。首先可以看到这个是策谋做的演武场，其次呢主要是为大家介绍李肃这个新武将。我们先看一下李肃啊，李肃现在只有应变可以选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别问问，就是梁琦想要强行推应变，但是李肃这个武将瓜批到这种地步，相信不太有人会玩的啊，不可能因为个破李肃就会有人去玩应变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李肃的技能，你的回合外其他角色对你造成伤害时，若你没有猪，你防止此伤害，摸一张牌，然后将一张牌名置于武将牌上，称为猪。有猪其获得猪。这个乍一看比较难理解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现在他没有猪在身上，你打他，他会摸一张牌，然后放一张猪在身上。你再打他，他把猪给你，然后他掉血。然后你再打他，他没猪了，又拿一张猪放身上，然后伤害又被取消了。然后你再打他，他猪给你就造成伤害，就这个样子。就算是回合外有点防御力，而且防御力还不算低，但是他主技能限猪特别的弱，出牌阶段有猪的情况下
锁定技，你把猪给一名角色，然后该角色若不是你，视为你对其攻击范围内指定的一名角色使用一张杀。那如果没有猪呢？没有人动他呢？就是个白白呀，瓜皮啊，就特别瓜皮，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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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瓜皮一个武将。那么这么瓜皮一个武将，值得做什么剧本杀呢？我在这暂停了那么久，不知道有没有聪明的观众已经看出来了啊？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黑光铠斧皇后，黑光铠斧皇后大家应该也没见过，给大家见识一下。五谷丰登，先五谷丰登找点牌。破无限桥，破这叫骗无限。然后木马里传一个酒给李肃，冰沙。好，黑光铠斧皇后，大家看到了啊？来一个，我杀一个。他皇后是杀的目标，我们可以看看皇后的，然后把那个天机图交给李肃，然后呢，李肃把天机图变成猪，然后再双杀，带李肃，李肃就会把天机图给我们，因为他猪必须给那个造成伤害的人嘛。然后我们再用天机图，对，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就形成了一个围勇。为什么我说这是围勇？因为如果逃酒的数量不够，李肃是会被砍死的。众所周知，人死一下他就是死，所以说呢，需要通过黑光铠斧皇后以及曹昂等等这样很多的牌，包括前面的五谷丰登来，还有木马来先手找一些酒袍作为启动牌。当这个牌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，那基本上就有动了。所以说桃园也得要啊，再双杀刷，这个刷起来呢不快不慢。逐进气源，这边的话呢，勒布斯主其实本身就是张废牌，打的话呢肯定是先打这个诸葛诞的啊，先把诸葛诞灭了再说。然后五谷丰登呢可开可不开，因为五谷丰登毕竟也就李肃拿张酒也行，拿桃的话也差不多，对吧？所以说呢也就不要了啊。好，现在基本上进入到永生状态了，因为桃酒的数量已经差不多够了。这种情况下呢，就要开始往外周围侵略了啊。首先我们看到有个司马懿，所以说呢不能乱开的，乱开的话连弩或者减一马会消失。先刷点牌，多刷一点，然后开始外周围打啊。多余的输出，开始打人，一个一个打，这就是不是简单的剧本杀了，因为这个在实战中是真的有用的，虽然实战碰到的概率比较低，但是它却的确是有实战之道的。然后有多余的输出往外去杀。所以先干掉一个，然后再把孙尚香也干掉。还剩一个曹休，一个司马懿。司马懿稍微麻烦一点，司马懿要么抢你的锦衣，要么抢你的连弩，一时半会还打不死。这边我们看到可以杀皇后，然后用这个黑光铠来保皇后，又死了。黑光铠皇后永远的是，但只可惜皇后现在太弱了，没什么用。不然的话，皇后在那个应变里面拿到那个黑光铠还真挺牛的。这边九杀球员直接打死，黑光铠太强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再垃圾的武将啊，只要你想办法开动你的脑筋，他都是有办法玩出花来的。但是李肃真的很弱啊，不建议大家去。什么？听说是白送的啊？没事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局又是一个蒋干，不过这次是忠臣了。但是主公肯定不会信我们，对吧？你这个位置不被打就不错了啊！主公放权了荀攸，雷杀，杀徐氏，亲历万箭齐发，算无一策，无懈可击。这边主公也是很猛啊，配合雷杀，配合荀攸直接上杀，杀。哦，这是南蛮入侵，不是万箭齐发。决斗。
副甲决斗，没打死。此文书，丞相偷一下刘瑜，高枕无忧。他起手两张五封的，有点牛逼啊！让我看看。阿扎，此文书，阿扎，定可高枕无忧。好像有点过了，什么啊？吕布过来送死，我偷。水淹七军，水淹，打死徐氏。这刘瑜身上三张黑桃，这驴。乾坤大挪移，出其不意，出其不意，看到一张什么桃花啊？任君，我两张五谷丰登还没动呢，你们就敢动？啊？五谷丰登拿了个南蛮，这帮人赶紧拿杀。让我看看，攻其不备，摧枯拉朽。找到一张空巢无限，空巢无限，再把五谷丰登拿回来，真的有这么丝滑吗？势如破竹，铁锁横江，亦难挡。哎呀，贾大人，你好大的官威呀！要是再让你做几年官儿，怕不是连老佛爷都不放在眼里了。这还不是阴谋，这五谷丰登是明的，是阳谋啊！这是有多蠢才会去救人啊，而且更不要说还有南蛮了。怀柔之计，冰杀九，这也敢杀荀攸？不合理吧？这凭什么认为荀攸是内奸？万一是忠臣呢？阿正，难道这些都在贾干的计算之中吗？哼，贾干说了啊，主裁边裁，主办协办，所有的单位都是我的人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哎，为什么放权他？好吧，原来这个假使没牌了呀，那没事了。那么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也许只有蒋干他自己才知道了。我们来看下一集。这局是个马良。这一手就看我的吧。马良起手直接开五谷，这是任孙权许金双中吗？这么牛逼？皇叔，孙权还真是这一时成败，有点东西，有操作的呀。啊！我帮你，你也帮我。果然直接给许金了，这个主公胆子果然非常的大。在顺时前，实践。万万不及足下。这一时前，乐不乐看我的吧。鹅宝野鼠连环，野鼠连环，陆逊也跳出去，你这个种跳的有点假。你怕不是最后想上这艘破船上不了的呀？你看人家孙权这个不是一次性全给，是慢慢给的，一看就是有操作的。我的也是良，丞相寸断，这个虚虚马良，尿频尿急尿不尽呐！啊，触连弩就直接游戏结束了。这波没有必要，因为这些都是好牌，真正的忠臣就是这么有实力，根本就不需要助战的。这些顺手决斗南蛮都是有用的牌，肯定比助战要强。哎呀，你们好大的官威呀。当然他不是魏延，打不到，这个暂时打不到那两个。好，真躲。还有洞烛，可惜了，这个是新马老马良的话不需要许金，光一个孙权啊，不是孙权，孙乾就够了。还有桃，这不标错了，不行，标错了。啊，就这，只有这种程度吗？啊，半副牌被你摸了，没有连躲，不过没事儿，我们能动。哎，等一下，孙乾，若是论功行而秦弱，功又万万不及足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你个浓眉大眼的也背叛革命了。凤竹先机，啊？还好，我们这边前面虚报牌比较多。
打马瑞奇。身在幽静处，那看来是冤枉人家陆逊了，人家陆逊就是中医。玉虚之名，顺到一张铁锁，这铁锁没法用，还是老老实实换了算了。竹径气源，哎，这个许攸助战了。玉虚之名，许攸他助战嘞。陆逊内，许攸中可能性很大呀。动如仙机，看到个连弩。玉虚之名，但是有张属性杀，有点尴尬。要不属性杀，先往外之位杀。但是杀个隐匿将，你也肯定不乐意啊，对不对？索性先留着了。富甲南蛮，富甲南蛮收许攸吧。黄云姬，好，没舍得打许攸，还是选择保许攸了。那可以啊。杀马辉，这边有张属性杀，有点尴尬。这怎么把铁锁弃了呀？哎呀，这什么瓜皮，这操作变形了呀。汝等可不要让我失望。凉了呀，炸了呀。马辉你学着点，人家反贼他妈全都在跳州，就你个内奸在跳板，你说你是不是死有余辜？你说你是不是活该？不过我跟你们讲，许靖其实不该杀许攸的，许攸都那个样子了，他不可能是反跳州，那肯定是中跳州，不该信陆逊的。许靖啊许靖，哎呀，人君难为，但顺其难。这看马良能不能扛住这一波了，扛住了没有？这边扛住了，有机会的。哎呀，没扛住，扛住了有机会的，天过。然后马良第一张牌给许靖，第二张牌的时候发动玉虚又可以玩起来了。哎，无法看到汉室复兴的那一天。我们来看下一局。这局是内奸啊，主公是借曹操。其实内奸的话，张中华就不错。张绣啊，这合理吗？这不合理吧？万苍生过河拆桥，你看七座就被拆，你这就何必呢？选个张绣。曹贼是，不过骑手有天机图还不错啊。好，直接跳中。不是，我不理解为什么给天机图啊，不是应该给青钢剑吗？天机图你等一下自己装起来再给啊，装起来再给不是血赚吗？这边张角我们跳中都没有劈，我们而是选择劈魏延了。那张角中英雄者，这个已经跳中了对吧？那就是张角中。有良，这魏延被劈的直接托管了，那你就别回来了，他真没回来啊。言出法随，出其不意，你不是忠臣吗？好吧，他可能纯粹就是看托管的不顺眼。残躯双杀，你说你起手跳什么中？你要跳中吗？你也跳的稍微有技巧一点对吧？失败，这魏延还是个反啊，别问，问就是在印度排队等火化呢。听君戒言，取威王，保宗嗣。南蛮入侵，他准备跳中到底。冰沙，无英雄者，胸怀大志。这个应该乐这个借庞统的，这借庞统不会对你有什么好脸色看的，我跟你说。顺水天他可能是觉得借庞统中，夏侯辉反啊，倒是有这个可能。这借庞统吧，的确。不太像铁锁连舟，如履平回，他把夏侯辉给解出来了，变废为宝。大铁锁雷杀，大铁锁收队友，
涅槃。涅槃是乐，浩然大。这边夏侯辉再把牌给过去，哎，这有操作的，这个剑皇桶。暗指红。要收队友。不给收，这都不给收，剑皇桶你都不给收。回炉再造，变废。水源齐军。再拿个水源强收，这么下去曹操还真有危险，我们也没逃。哎，他就是不给收。就是不给收，曹操还有余力救左慈呢，就是不给收，原本他就是不给收。最后一搏，这庞统可惜了，操作这么犀利啊！哎，这个夏侯辉，夏侯辉是个反，这不还是被收了吗？除非他是忠臣，他是忠臣我倒误会他了，想想也不可能是，就是个瓜皮反呀、啊，瓜皮反不给队友收，啊、真瓜皮、啊，太瓜了。等一下，那不就是曹杰说？哎，他怎么又杀了一刀借庞统啊？没看懂。这边跳内了，我们这个不给牌就跳内了。水淹七军，水淹。哎，被吃回去了，反无限。啊，这真的死了，死一下是真的会死啊。有逃没救借庞统，当然借庞统也不值得救了。哎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忠臣是谁啊？曹操，你不会觉得张绣是忠吧？打得慎重一点吧。动烛先机，这他妈神经病啊！这个夏侯辉给借庞统牌，杀左慈，亏你想得出来啊！本来我都觉得我们没什么戏唱了，因为怎么看都是曹杰中啊，原来是夏侯辉中，失敬失敬。那我们有机会吗？您看我还有机会吗？悬壶济世，失医救民。杀！天子之位，太恩将仇报了吧？我知道主视角怎么想的，曹操跟左慈都一血了。现在趁现在曹杰状态好，赶紧消耗他的这个手洗牌。思路不能说不对，但是呢，这个是群内思路。路人思路的话，你敢杀他，他就敢脱管；你敢杀他，他就敢杀你。谁打我，我打谁；敢打我，都别赢。你最起码把内奸身份跳实了，以后再说。啊，你不能拿群内的思路来打那个路人。当然，这局曹杰如果继续好好打的话，你肯定没有啥亏。只能说这局机会不算小，不要轻易的尝试一些擦边球打法或者风险很高的打法。福光凯永远的神，这个曹杰不是瓜皮吗？他把自己解了不就完事了吗？这曹杰准备一打三的，这把自己解了不就好了吗？把自己解了，自己还少掉一血，太瓜皮了，真的还以为他是个高玩。天子之位乃归刘汉，乐不思蜀。不负功盖还去，敢且不敢叹切神。现在的话就是看福光凯能不能保曹操了，估计是保不住。福光凯人多的时候有用，人少了就没啥用。燕雀暗指鸿鹄之志。悬壶济世，失医救民。铁锁连环。天子之位乃归刘汉。这边拼命的消耗手洗牌。不负功盖还去。你别说手洗这玩意儿在残局还是厉害。敢且不敢叹切神气，南蛮入侵。有福光凯，这边我们因为把盾给了曹操，曹操他比较感动，而且他也打不过这个雌雄剑曹杰，守了我们一局，赚翻了呀！这个，我在想是不是把雌雄剑拿了？你们觉得呢？是不是把雌雄剑拿了？我去，这一波曹杰人要没了，但是手洗还有两个血，我们是死不了了，就怕曹操死。不功盖还去，换人王盾了，人王盾现在比福光凯强多了啊！好，这边曹杰换了熊哥甲，又是福光凯大战熊哥甲吗？铁锁连环，良计可得自保。天子之位，有藤甲你还手洗？这曹杰他妈是个机器人吗？啊，这机器人吗？这么耗下去我们真的有机会啊。决斗。哎，黄天弄死了，决斗弄死了。不做。
洞烛仙姬，但是这个人王盾是我们自己给的，非常尴尬。这个人王盾他换熊哥甲了，乱世王八之夜非我不可。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你打那个军针的时候单挑军士或者烈士，藤甲比人王盾好，除非对方有名牌，什么明的青钢了，明的青钢了，明的朱雀了，明的火杀之类的，这种东西的话呢另说，否则的话呢藤甲比人王盾好。那么应变里呢，我跟你们讲，应变的排队结构变了，应变的排队结构里属性杀占了一半，黑杀的结构没变，黑杀还是30张，14红杀30黑杀，但是那个属性杀的话呢是22属性杀22属性杀，而且藤甲又被削了一次，为什么呢？出其不意少了一张，随机应变大小怪少了一张，本来的话呢是挡22普通杀，加上3张出其不意，3张南蛮入侵，1张万年启发，还有2张大小怪，因为大小怪可以变的嘛，大小怪可以变出其不意，可以变那个南蛮万剑的，相当于是藤甲能防，对吧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原来的那个版本的藤甲还厉害点，现在版本藤甲还被削了，少了一张出其不意，少了一张大小怪。这种情况下真的进单挑你只想防杀的话呢，人王盾比藤甲要强很多，所以说对付张绣这种人就得穿人王盾，不穿藤甲了。有名牌另说，或者你记得排队，记得排队里还剩几张杀另说，你有这个能力记排队里几张杀吗？连我都没这个。我们来看下一张，啊，这局是一个曹姓中，然后主攻是二次元啊，二次元主，有二次元主的话呢，忠臣的确选稍微强一点的就行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曹姓容易被盲，同室内阀，我觉得应该选一个不容易被盲的，当然这里反贼太多了，明反太多，这个曹姓反而没有那么反了。一向外人无懈可击，自相恩惭，竹镜气软，何其一向外人，双竹镜，哦哟。好厉害，再加两个乐不思蜀，但是沈佩厉害就厉害在他不怕你这个乐不思蜀。这边二次元还是挺给力的，看出来我们是队友了啊，不是看出来我们是队友，我们帮助战了。哎，对，有个木马还不错，金伐曹氏被打，这波直接没了呀。竹镜气远，先打死沈佩再说。就你这夏侯惇，简直太嚣，不能射杀。沈佩说：“我他妈不叫夏侯惇，这里没有夏侯惇，根本就没有夏侯惇，或者人人都是夏侯惇。没有排回首，没有流矢，没有斩腕，但是帮主公除掉一个大患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赚了。”啊，好，这是本王主公被翻面，最后这也是正常的，主公肯定会被翻的。哎，出其不意失败，无所谓，反正死了一个就能打了。不过这个局内奸估计肯定直接跳反，他都不一定跳内的。内奸说实话，樊稠跟王毅里面两个有一个内奸，兵流混乱是必行。早知道是这个牌的话，不如那个，不如耗尸了。我们也要被翻了。行兵是最好，你怕不是看不起我曹姓啊？好吧，直接被乐。樊稠还是有点实力的啊，直接排队里最后那张乐就给他搞出来了。南蛮入侵，杀，雷杀。现在不知道谁是内。就你这夏侯惇，先出普通杀吧，有流失效果的呀，应该先出普通杀呀。当然了，因为有桃区别不大，和我在一起。好吧，这流失效果直接跑在那儿了。铁锁连环，铁锁连环。孤城，忽然觉得如果鲁肃死了，没有这么好打。但是我们家二次元终于要动了，哎，能动就行啊。阿哲，一向外人。难道这一切都在沈佩的计算之中吗？忘了这货被翻面以后备战没有触发。
夏侯惇，就你家夏侯惇，没杀。这边应该先杀的呀！哎呀，他怎么每次都是先发动流血？这主持战士真是玩不来曹晴这个东西。同治内阀，双杀吗？你这不是只能单杀？这是什么？双杀我们带曹丕，你不是应该双杀我们带樊稠吗？怎么双杀我们带曹丕的？曹丕直接不出闪了，不够救啊！夏侯将军有话好说。大哥，你有没有数清楚伤害啊？这曹丕是内奸，我刚才已经悟到了。其实他放着主公不杀，杀忠臣，我已经看出来这货是内奸了。不是你这个双杀带樊稠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双杀曹信带曹丕？你就双杀曹信带樊稠，或者双杀曹丕带樊稠，不是？其实双杀曹丕带樊稠很蠢的，就双杀曹信带曹丕就可以了，就连死曹丕就可以了嘛。这怎么可能双杀曹信带曹丕？人家曹丕闪都不出了，和我同归于尽吧！应征，城盘当乱，同室内阀，一笑万人。不过，逐进气源，樊稠打二次元，应该能赢吧？樊稠现在也有点实力的啊，又有逃了，城盘当乱，一笑万人，过拆。天机图，天机图他也没后招了，看看二次元，内法灵也能双杀，冰凉寸断，哎呦被压到一血了，哎呀中乐了，无懈可击，天国冰凉寸断。